报告，一切准备完毕，可以开始了。嘿，怎么回事？我去看一下。 一定是人为的，是那些劳工干的。你们都听好，以上我念到编号的劳工，给我站起来。2262，3808，3767，6359。 你们中间有人破坏大日本皇军的尊严，我希望这个人自己站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你们都要死。我年纪大了，我死了值，小日本你开枪吧。 好的，年纪大了，死的就值，很好，准备，射击。 经理，怎么着？燕老板已经够好脸了，问啥时候开始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们找的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啊？经理，你放心吧，这徐烨要是不行，咱哈尔滨没人能行了。王哥，哎，他父亲喜欢听戏啊？剧场喇叭坏了，请他来修。他不爱听戏，也没什么喜好。 这件事还是让我来办吧。不，徐武同志的抚恤金，我要亲手交给他父亲。这是组织上对烈士家属的关心。这件事儿不太容易办，他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。你是说他们断绝父子关系的事？我知道，不过我相信血浓于水，你不要出面了，不要暴露身份。哦，对了。 这儿的人都叫他徐爷。马上就开！哎呀，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我们这戏马上就开。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马上就开，马上就开，马上就开始啊！ 谢谢您了。我交代没交代？那个不能碰。啊？哎呀，这不是都修好了吗？谁说修好了？谁让你碰那个来的？那得，
算我冒犯了，您别介意。我介意，那我向您赔个不是行吗？你看，这观众都进场了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所以我就折现吧。折现啊！你把我耳朵震坏了，你还不得加钱呀？哎，姐，您这是，哎，您看，您要的工钱本来就高，您现在您这不是难为我吗？你加不加？姐，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啊，得，我做主，您白听几天戏，中不？你把我耳朵震坏了，我还听什么戏？哎呀，您多担待。我凭什么担待？你又不是我儿子，你不加钱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也不要。经理，嗯，徐爷这脾气够古怪的，不行，我过去劝劝吧。甭理。哎，你说，拿个电烙的啊，统统就往死里要钱，我早就看不上他。呸！唱戏听的是嗓子，还喇叭，什么世道？徐爷留步！你们这是哪儿找来的个不着四六的经理？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？这儿除了土地爷没别人。你不是戏园子的，我是您儿子的朋友。上辈子没记得，我没儿子。他叫徐武，姓徐的就是我儿子。你抬举我了，走。你给我过来！你带几个人把那个破电器行给我他妈砸了！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！怎么就使不得啊？你看看他们干的好事，燕老板说了，说惊了嗓子，撂挑子不干了，我还得赔上包银。对了，还有这么多的客人趁乱全跑了。徐爷撂下话了，这音箱他没修好啊。什么？经理，你刚来哈尔滨，你不了解徐爷？徐爷在这一带那是出了名的抠损音显坏，您要是驳了他的面子，他一定在钱上找回来，他就认钱。哎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整个哈尔滨就没人能修这玩意儿？也不是没人能修，这徐爷修了以后啊，就没人敢接这活了。经理，咱们还是去找徐爷去吧，他一定在家等咱们呢。我肯定不去。这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晚上我肯定不去。这是晚一大炮的电子控制箱，彻底被毁坏了。没有它，即使安装完毕也没法使用。为什么不修？没有维修电路图，要塞的技术人员没法修。他们拿着关东军技术兵种最高的军饷，难道连这个都不修吗？既然毁坏得这么厉害，现在只能更换新的了。向本部求助，务必保证晚一大炮按时完工。报告，我们接获了一份虎头要塞与关东军司令部的密电，可是我们发现电文里有一组无法加密的字符串，
马上分析。你的耐性不如你爹呀，徐爷。你一大早叫我过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 当然是买没了。是您订的那套日本电烙铁？带来了吗？按理说，您跟我爹的交情，做生意用不着攀交情。也是也是，就冲您是我们洋行的老主顾，您说的那套电烙铁，我们洋行二号没说就给您带来了。可是，徐爷。 我们洋行本小利薄，实在是垫不起啊！别跟我这哭穷。你爹从来不做这种丢人的事儿，今天让你来就是拿钱的。钱呢？在路上。不行，累死我了。媳妇儿，经理不能歇呀！不，经理不能歇，不能歇。 在开门下本钱，要是干不到，那徐爷可就狮子大开口了。我都勒成这样了，他就不能讲讲良心了？啊，要不价钱就翻分了。报告，大本营急电。念吧。嘿，来电获悉。 已报请国内总部，向德国订购电子控制箱，请务必按期完成拒炮安装，以入战机者，军法从事。这些字符是德国电子管的编号。我情报人员分析，是火炮的电子控制箱。我在想，日本人的炮弹打过了乌苏里江，从天而降，整个伊曼一片火海，而我们的所有炮火射程不够，根本就无法还击。虎头地下组织发来情报。 说他们混入要塞劳工营，破坏了大炮安装，看来这是属实的。也许破坏的就是火炮电子控制箱。我想，日本人一定急于修复它。命令，向莫斯科请求支援，必要时向德国派遣特工，摧毁生产这种电子管的工厂。司令员，这样太冒险了。远东边境危在旦夕，随时都会发生战争。 莫斯科会明白的。凭什么？啊？凭什么呀？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？你这也太霸道了吧！哼哼，凭我的手艺。嗨，我跟你说，能修那玩意儿的人多了。没错。不过同行都给我几分面子，你现在才来，怕是碰了钉子了吧？你要是到贾姆斯请人，恐怕。 是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把那个印枪砸了，我他妈也不求你了。掌柜的，冷静，冷静。好啊，太好了，不砸你就是孙子。不过燕脚钱从新京到哈尔滨少唱一天，你就得赔一天。我跟你说，爷爷我赔得起。走。 徐爷，这是？没事儿，碰上一个生犊子，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人。人家是大地方来的，瞧不起咱哈尔滨。你知道这犊子？新舞台花10根条子请来的新经理，听说在上海大戏园子里干过。徐爷，还有什么事儿栽在您手里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让你白跑了一趟。 没事，没事，您是长辈，那我先走了。洋行里还一摊事儿。好，待问你爹好。德国工厂遭到袭击，我们要的零件短时间内得不到了。野岛少佐，如果是因此无法按时完工，大本营应该能体谅吧。我们等不起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，要尽快跨越乌苏里江。 可是没有电子控制箱，万一无法发挥作用。
大本营将从大阪调派一名高级技师来修复它，苏联人一定会尽力阻止技师的到来，我亲自去哈尔滨保护他。 修什么呀？我这可比别处的贵，这钱是抢来的。这话您怎么说的？购买个新的了。这是先父的遗物，赌私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。好，这年头有孝心不容易。 搁这儿，立等行吗？我要是修得快，你可别觉得吃亏。那是您的本事。好，先生。 没想到，徐武同志的抚恤金要用这种方式给他。他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快开车！ 徐，你听我解释。徐，这个钱，这个钱，徐，这份情报是潜伏在东京的特工用性命换来的。关东军从日本本土。 调来一名技师，叫佐藤光一，将要来虎头镇修复电控箱。我命令中国境内各特工小组及协同作战的地下党组织，要不惜一切手段，不计任何牺牲，一定不能让他踏上虎头的土地。 我是佐藤光一，请你得到关照。佐藤先生，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，真是辛苦了。没关系。佐藤先生，请。
阻拦的同志们，都牺牲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他被接到关东军司令部，我们没办法混进去刺杀他。明天一早，他就会坐火车去虎头。 我们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。他在火车站坐火车吗？对。去虎头的车是专列，戒备森严，沿途不停车。只要他上了车，我们就更没机会了。那要去趟火车站？您要在火车站动手？去虎头的专列站台在开车前会戒严的。 我想到一个人，我们需要徐爷的帮助。我相信徐爷有这水平，不过不能跟他提法满抗日，他对这个很抵触。为什么？父子两个差距这么大吗？徐武说过。 徐爷一直不让他去参加革命工作，怕受连累。他们一家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，一路九死一生，所以特别惜命。自古忠孝难两全啊。徐爷，那天我确实骗了你，其实我不认识您儿子，我给您钱，是指望您帮我做个大买卖。 你和杜家丫头是一起的，啊。本来是想托她引荐，可后来才知道您不待见她。无事献殷勤啊！富贵险中求，我是生意人，喜欢一码是一码。我不是什么生意都接，小买卖我也不敢劳烦您。这个定时的东西，您能做吗？ 我还没应承呢。徐爷，谁让这哈尔滨您的手艺独一份儿？干什么用的？弄俩钱花花。你是胡子？哪一路的胡子？哪一路的胡子不都一样吗？您何必知道呢？对付日本人的，我不想惹麻烦。千里奔波只为财。 您放心，我也不想惹官面上的事。徐爷，这个设5分半，可以吗？还要加上炸弹启动需要的时间。为了安全，日本人肯定会对这里进行严密的保护。那么，这个专列站台。 戒严应该在开车前的5分钟，加上炸弹启动时间，然后安全离开，15分半。太君，日满亲善。 炸弹的地方已经布置好了，晚上去把炸弹安上就行。现在最关键是这个定时器。你觉得徐爷能做出来吗？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能。徐武小时候他给做过一个玩具，能跑能跳，复杂得很。是徐武说的。现在虽然把宝押在他身上有些冒险。 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做好了会送过来。送到这儿？对。哦，那我还是回避一下。等等，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该算是私人恩怨吧。等等。把自己都交给了党，没有什么恩怨是私人的。我曾经差点当了他的儿媳妇儿。我知道您奇怪，这件事组织上并不知道。我跟徐武在工作中有了感情，他爹就是不同意，生生把我们拆散了。那你们就这么散了？整天忙着反满抗日，个人问题也就顾不上了。徐爷那个人很难打交道，我跟徐武不想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到工作，就相约着过些年再谈。没想到为什么不同意呢？表面理由是嫌弃我是个富家千金，门不当户不对的。事实上呢？徐武跟我在一起反满抗日，他怕受连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您吉祥。托福，还没死。徐武，不用你惦记，他也硬朗着的。徐爷，杜家那丫头干嘛来了？啊，她呀，来结账。虽然没有尹建成，但是答应的钱不好不给吧？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，否则的话，我到日本人去告发你们。徐爷，您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吧？不。我知道徐武跟他有来往，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吧？我是个过江龙，发了财就走。您听我的口音还听不出来吗？江湖规矩，出了事儿别再回来找我。徐爷，我相信这东西就是落在别人手里，也找不到您头上吧。大恩不言谢，我收了。列祖列宗在上，钱存的差不多了，能找到孩子，我们就进关回家。请不要往里走了，少佐，叶大少佐，我知道了。日本的技师被送进了陆军医院，晚上动用关系打听一下情况。如果他没有死呢？
我可以让关喜把我带进医院。不行，那里戒备森严，你不能白白去牺牲。我们哪天没有准备牺牲啊？这样，你还是先去打听一下情况。炸弹爆炸了，他没有理由能活下来。晚上去。佐藤先生，佐藤先生，佐藤先生，我来看看。疼死我！不要动。怎么样？很快就会好的。病情怎么样？啊，已经过了危险期，但还需要静养。佐藤先生，很抱歉让你受伤了。关东军司令部会对你进行表彰，并提供经济补偿。少佐，佐藤先生，这是你的工具箱吧？多亏了他，是他救了你一命啊！救我的不是他。是那个，我是个对机械很敏感的人，所以才会注意它转动的声音。如果不是这个天赋，我已经死定了。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如果我没有判断错，这是炸弹上用来计时的装置，很完美，具有高超的水平。制造这枚炸弹的人很厉害。佐藤先生，这些都是在现场收集的物证，请您看下。这些是炸弹上的碎片，少佐，请你看一下，所有厂家标记的地方都被磨掉了。少佐，您看，还有呢？这是日本的零件，他骗不了我。我从小玩着他长大的。这个混蛋用日本零件做成了炸弹，炸了日本人，真该死。佐藤先生，我会抓到他给你报仇的。不过我想知道，你还能不能修复好电子控制箱啊？这需要一双稳定灵巧的手。可时间紧迫啊。喂，医生。不用叫医生了。恐怕一两个月内，我的手都无法胜任工作。不过，我想，能制作这个东西的人，一定拥有一双这样的手。真是精巧的构思啊，精湛的技术。沙佐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制造炸弹的人会为我们修理好它吗？佐藤先生，你真有想象力啊。是啊。中国人太可怕了。不过这个人的技艺真值得佩服。那他的下场只能是下地狱。钱是够了，人还是没找着。这小兔崽子躲到哪儿去了？躲躲也好，现在回来反倒给我惹祸。啊，来了。
徐爷，火车站是你们炸的吧？这就是你的大买卖？你不是胡子。咱们有言在先，别惹日本人。徐爷，我是来接您走的。日本人正在大搜捕，你还是出去多多风头吧。我哪儿也不去，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徐爷，趁我还没反悔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徐武的爹会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。你抬举我了。日本人会跟我穿一条裤子？别跟我提什么徐五、徐六，我不认识。徐武是优秀的战士，他在反满抗日的战斗中立下了大的功劳。那是老鼠亲猫，作死。徐武虽然年轻，但是他不糊涂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生，为什么死。他人呢？在虎头，乌苏里江边的虎头。对，日本人在那里修要塞，抓了很多中国人去当劳工。我听说过，一火车一火车的往那儿拉呀，到现在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徐武他怎么会到那儿去了？这就是你们的大事，反满、抗日，人都被抓去当了劳工，你还跟我这吹什么牛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徐爷，你可以不认同我的事业，也可以不跟我走，但是您做的事不能对不起您的儿子。我没儿子。如果你认贼作父，你当然就没有儿子，因为子孙后代丢不起这个人。我们的外衣口径400毫米，已经是亚洲第一巨炮了，本身就如同一个操作复杂的巨大机器，其电子控制系统就是关键，涉及到液压动力、机械自检、炮弹装填，还有排烟和消声系统，以及瞄准、核准等诸多项目。佐藤先生，时间紧迫，你有办法吗？我需要用日本人的技术来推测德国人的设计思路，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些设想，但是我需要一双手，我需要一双手来实施。少佐，人找来了吗？我把全城的电工技师都征召来了，我想你能从他们中间选到合适的人手。日本人把全城的电工师傅都抓到兵营去了，他们只想找到徐爷。医院的内线说，那个日本人被炸坏了双手，所以明白了，他们找电工师傅是为了修那个电子控制箱。本次征召各位维修电器，关东军会暗地复仇，诸位要尽心维修。山上慢一点。山上这里面。山上
这里面。你来吧。你干什么？谨慎点，赶快送完，赶快回家。为皇天献礼，是我们喜悦的荣幸，我们一定拿出最好的距离。好吧，大家对皇军都要忠诚，你做的就很好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嘎村，嗨，怎么样？好像他对这些人的技术不满意。太君，你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技术高明的电工师傅啊？我倒是认识一个呀。他活非常好，不知道他来了没有啊？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别人呐都叫他徐毅。我凭什么要躲起来？徐，他们满城在找电工技师，你以为是为什么呢？我管他为什么呢？他们是来找我，我没去。徐，没那么简单，他们就是在找你。他们是在找造炸弹的人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这么有把握，他们找不到您的头上吗？没有金刚钻不揽着瓷器活，倒是你这个当胡子的，没事别老在我的眼前晃悠。咱们俩是买卖钱货两清了。可是我还不能走，我的买卖还没做完呢。打住，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，我也不想听。你们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如果我跟您说是徐武的事呢？徐六、十七也不行，那又不是我祖宗。自古以来，父慈子孝，啥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做人要将心比心。徐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也当过爹，只当了两个月。我爹，我娘，我媳妇，我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，都让日本人给杀了，就是因为日本人出城打猎，没有打到什么大的动物，就拿我的家人比起枪法来了。徐爷，你们住在城里，可能感受不到日本人的坏，顶多就是骚扰骚扰店铺的买卖，日子还算过得下去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。我说的你们不相信？不，我信。你不会拿爹娘的性命来骗我？不仅是我的爹娘，很多人的爹娘，很多人的老婆孩子，很多人家破人亡啊！徐爷，就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，我们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。炸个哈尔滨火车站就能活下去吗？我想会活得更难吧。但是这叫反抗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。这世道，光明者保身不一定活得下去，你不惹事，事也会来惹你的。行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了，你就是一个惹祸的苗子，你不来找我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徐爷，你还是听我一句话，出去躲躲，别小看了日本人，也许他们就会找到你。太君，在哈尔滨做日本零件生意的可不止小号一家呀。这个我真没见过。可是我在你的账本上看到了，告诉我卖给谁了？这个我真记不起来了。太君，您可以查我的账啊。小老道，而且发现你在走私帝国的重要物资，只敢枪毙。
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您让我想想，您让我想想，我卖给徐爷了。徐爷，准备好了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哎，马车停下来！对不起，我失败了。少佐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佐藤先生，已经查到那个人了。真的吗？很期待见到他。他叫徐根生，曾经是满铁工程的劳工，跟随帝国技师学了一手的好技术。难怪。我对他的手法似曾相识。他在我们的监控之下，你可以为你的手报仇了。不用这样，我更需要他的那双手，我必须得到他的帮助。我需要真正灵巧的手，还需要他灵敏的头脑。为什么？全城的支那技师和军中这些技师难道都不如他？军中的那些技师入伍前都是种田的，那些中国人我不排除有人在藏拙，但是我依旧看好徐。他心思巧妙，手也灵活，更重要的是他受过日本技师系统的培训，和我配合最合适。他能干吗？我相信少佐能说服他。你能肯定他不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仇视大日本帝国的敌对分子吗？这是少佐才能判断的事。不过在所有这些人中，徐是和大日本帝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。他长期在满铁为我们日本工作。这个我知道，可哈尔滨火车站的爆炸和他有关。可我没有时间了，即使现在开始修复，也不敢保证在您要求的时间完成。可您必须保证。那就请你早下决心。好吧，我把他抓来，在你的监督下进行工作，完成之后杀了他。支那人不值得动感情。受教。不行，他还是有危险。这件事日本人不会罢手的，如果徐爷被抓，我们都会有危险。你是说他会出卖我们？老吴同志，你必须立刻转移。不行，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不能走了。老吴，别说了。而且我也不相信，徐武的爹会这么没有觉悟。他对反满抗日一直都有成见。那也不能放弃他。你能不能利用家里的关系，把他送出哈尔滨？我可以试试，就怕他不能接受。徐爷，哎，你爹呢？刚吸完个大烟炮，睡下了。您这是？日本人来找过你麻烦没有？他们天天来麻烦。别说那没用的，他们找过你没有？他们找我去辨认过机器零件，可是被炸的模样都见不出来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不能惹祸上身呢。反正卖日本零件的也不止我这一家。徐爷，他们是冲您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封了我的铺子，
我得离开这里。B。那这样，我现在马上叫人给您准备盘缠。患难见真情啊，你跟你爹一样，够意思。小姐有续约下来。他在哪儿？还真让您说对了，他去四海洋行找人帮忙。那家人可靠吗？马上派人去保护旭爷。是。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马上把他弄出去。是，小姐。报告夏总，找到那个电器行的老板了。立刻把人带来。是，夏总，给我们报告消息的人是那个洋行经理。他要求我们连他一起抓过来，然后找个理由把他放掉，怎么办？又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，不要抓他，把赏钱给他带去。提车，快快，进去。快，还来晚了。这一定是误会，太君，您不能抓我们啊！这是你的赏钱，拿着。你对帝国忠心耿耿，皇军不会对你吝啬的。这，徐燕，徐燕，你比你爹差远了。也好，历年所欠一笔勾销。杨掌柜，你养了个好儿子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不好了，老爷了，老爷他吐血了。哎，走，想一想还有什么办法？不要怕花钱，一定要救徐爷。咱们不能让徐武同志在地下寒心。我托家里人去打听了，他是被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抓走的，要救他很难。他们一定会逼许悦修那个电子控制箱。佐藤先生，有事吗？到底为谁做炸弹？他还是不肯说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能让他的双手受伤。你不能用他。能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吗？你有办法？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的人，一定更在乎他的技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和他是一样的人。好吧。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见他。徐先生，我叫佐藤光一，是个日本电工技师。我很佩服你的技术，可是我也是因为你的技术受了伤，耽误了一大笔生意，你得帮我。能不能请你帮我看看这个？哎呀，坏得不轻啊！这不是日本人的，看起来像是德国人的。对。怎么样？坏得很厉害。咱们不知道人家这电路是怎么安排的呀？如果我的手没有受伤，我就能推测出来。多试几次，是个人都能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请你全力进行吧。
我会提供一切的协助。哎，我修不了，我就是把它修好了，也活不了。徐嫂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如果你能修好制造炸弹的罪，就可以免了。我要求他们不能碰你的手，因为我知道你和我这样的人，手是我们的命，命都没了，要手干嘛呀？如果还有命，可是手坏了，那就生不如死，对吗？我只是个电工技师，我不懂政治，不懂历史，我只懂得电路和电流。我的世界是直截了当的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答应我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到虎头当劳工了，放他出来。报告少佐，虎头来电，已经找了所有劳工的名册，他们没有找到徐武这个名字。是，知道了，我让他们继续调查。是。佐藤呢？啊，他要做一次手术。请您开始工作。佐藤先生，你好像不是很满意。我怎么会满意呢？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安排。他还需要验证。难道用这种方式吗？如果他销毁了电子控制箱怎么办？少佐，你太低估他了。要破坏大炮安装，不一定要销毁电子控制箱，在上面做些手脚反倒更容易，还能保住他的性命。这样的试探太不专业，徐怎么会上当？对不起阁下，我们搞错了。徐嫂，你已经开始工作了吗？用得着这么试探我吗？看来这玩意儿对你们很重要啊，我是不是得多要点好处？有件事儿很奇怪，徐爷被捕之后只在那里过了一夜，就被送到陆军医院了。那是他在被捕的时候受了伤，还是经不住拷打把我们供出来的？这应该还没有，要不然我们早就被抓了。只可惜我在医院的内线接触不到更多消息了。你的那个内线可靠吗？他是个日本军医，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。他曾经追过我。那你要注意分寸，不能引起他的怀疑。我知道。老吴同志，
我想通过他装扮成病人住到医院去。那个日本技师和徐野都被关在医院里，不会是偶然的。也许电子控制箱就在医院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。再说，如果电子控制箱真的在那里，那里一定会戒备森严的。危险我不怕，我坚持我的请求，请领导批准。好吧。你光看着我干什么？旭子，有了你的出手，我的心里轻松多了。不一定，德国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我们是同文同种的，所以，大东亚公用圈嘛，当然，我们大和民族有着更优秀的品质，而且还要引导各种族一起，跟他们进一步的共同发展嘛，你知道这条线路会怎么发展吗？薛嫂，我承认你是中国最棒的电工技师。游戏，佐藤先生，你觉得他可靠吗？会不会在电子控制箱上做手脚啊？不可能，你太多疑了。没有人能在我眼前动手脚。我也希望是这样，可还有三天就是完工日期啊。他已经有了眉目，在这方面来说，他的确是很优秀的。优秀？佐藤先生，满洲怎么配留下优秀的人才呢？你不能杀他。没有他，我的工作根本没法进展。注意同志，千万要小心。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走了。当心。田中さん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。どうぞ。小的时候，我儿子最喜欢玩风筝了。找到他了吗？还没有。普通有好几万中国人在工作，不过请你放心，一定会找到的。他该感到知足了，他娘死得早。我是小的时候不知道给他扎了多少风筝，
你玩过吗？我父亲很严厉，从来不陪孩子们玩。慈母严父好啊，我就是太心软了。孩子就像风筝一样，不可能永远都在父母手里。飞得太高了，这根绳就拴不住了。对了，薛嫂，你怎么知道他在虎头呢？你在审问我？别误会了，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可能出差错。不会。咱们肯定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总觉得他肯定在那儿。你们父子的感情很深啊。养个狗时间长了都有感情，何况是儿子呢？徐嫂，我们回去工作吧。你要去见地下室的人，为什么？我不能说。小雨，这我没法帮你。地下室是军方临时征用的警备区，就是本院的人也不能轻易接近。不能轻易接近，那就是说还是有可能接近了。有的时候会去地下室取药，那个技术人员也需要换药。请一定帮帮我。可是这……我要去见我公公。你公公？确切的说是我前夫的爹。我跟你提起过我前夫的。我前夫死了，他爹到现在都不知道了。我想我应该告诉他，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孝道。他要见徐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，他的父亲是这里的大官，来中国服役后去他家拜访过几次。不错，你能报告此事很好。我不会让同学之情玷污了我的忠诚。前田上尉，我很欣赏你，继续盯着他，去吧。嗨。冈村。嗨。找人跟着他，这里一定有名堂。他就在下面，失陪了。你干什么来了？你不能给日本人修东西。别跟我说，跟日本人说去。这东西是一门大炮上的。干活挣钱，凭本事吃饭。用不着你操心。我告诉你，修电唱机的钱是他的抚恤金。什么？虚无死了，牺牲了。我儿子。他牺牲在虎头了。我儿子，他死了。我进来就为了说这些话，我没打算能活着出去。要不是你这狐狸精，我儿子就不会死，就不该离开我。他不后悔，我不后悔，我们都不后悔。给我滚！爹，
虽然是满洲国高官，但是擅自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任由我们关东军进行处置。这个女人居然是徐的儿子的女人。我们的情报显示，徐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，就是因为这个女人。你说他见到徐，会说什么呢？会说起他儿子吧。 让妖塞在查一查，最近处死那几个劳工的身份。嘿，等等，告诉佐藤，绝对不能让徐知道电子控制箱是虎头大炮上用的。嘿，这就是徐武弄坏的，他拼了命弄坏的，你不能休。我求你，别让徐武白死了。爹，爹，别让我落在畜生手里，别让女儿受。 爹，别让叔白死了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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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
把电路板拿走吧。嘿。是啊，我们全亏了徐桑的手艺。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的尸首被她家人领走了。不过，反满抗日，罪名确凿，皇军把她的家抄了。薛桑，我会保证你和你的儿子安全。如果你们想入关，我也可以安排的。还真得指望你了。哎呀，这年头，养儿子不可靠。对我来说，还是那些元器件啊、电子管更可靠。只要你对他用心，他就可以为你做好多的事儿，啊，做个厂机解解闷儿啊，做个像刚才拿走那玩意儿。哎，对了，
那是用在哪上面的？火炮电控系统。就是，做个那玩意儿还可以保你们。养个儿子能干嘛呀？我父亲也这么说过我，永远都稳定不变，不会闹情绪的就是电子管。你爹是个明白人，你也是。我是刚刚才明白呀。夏总，不多回电。立刻逮捕徐本生。逮捕？可是那个女人告诉他，他儿子死在虎头，他肯定会为儿子报仇。嘿，别动，别动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瑞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他们上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少佐，我不能同意你的命令，电子控制箱马上就可以完成修复，你现在杀了徐根生，那大炮怎么办？佐藤先生，徐的儿子就是破坏大炮的罪犯，他怎么可能不报仇？技术不可能作假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电子控制箱做不了手脚，我会安排最苛刻的条件测试，不会有什么后果。如果我的儿子被别人杀害，我一定会报仇。他们早就断绝了父子的关系，已经登了报纸，哈尔滨人都知道。少佐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完成安装，要么完不成。他有没有问过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？没有，他从来没有问过，我也没有说过。好的，电子控制箱要经过严密测试。哼，嗨，夏佐，支那人比我们更重视孝道。徐武跟父亲闹翻，离家出走，就是不孝顺。可是，父子连心啊！我的家乡油乡有个烹所，父母过了60岁，儿子会把他们送上山等死，因为土地太小，养不活那么多人。可是在中国人看来，这一定是最大的不孝。父母为了儿女的生存牺牲自己，不应该吗？是，不过中国人不是这样想，他们认为要养儿防老，要靠儿女孝顺过好日子。所以以目前他们的关系来看，徐是不会为儿子报仇的。看来还是我们的大和民族高贵啊。嗨，好了。真的吗？我要睡一觉。啊，好吧。徐嫂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需要再测试一下。应该的，不要侥幸我。佐藤先生，难道不用把电路板安装到大炮上去做实验吗？这些仪器
我们可以测试出电路板的状况，只要能满足操纵大炮需要的电流值，这说明我们的修复是成功的。只有让大炮动起来，才能证明你们成功了。少佐。 我可以开始测试了吗？开始吧。这里。好，这儿。好。哈哈哈哈。 少佐，测试已经完全通过。你能肯定？我采用的是国际上最被公认的德国的测试标准。再测试一次。少佐，电子管不稳定，过多的测试会影响电子控制箱的寿命。 我知道，但这是命令。再测试一次。好吧。爹，当亡国奴的日子好过吗？您就甘心当一个满洲国人？满洲国怎么了？大清朝龙兴之地。可是我们是日本人的奴才，是日本人眼里的亡国奴。 你看看我们，活得还有尊严吗？我在完田干活的时候，日本人也得冲我伸大拇指。我告诉你，记住咱家的祖训，老实做人，别惹是非。咱家的祖训已经过时了，老实做人可以，老实做亡国奴，不行。胡说！什么是亡国奴？这是满洲国。可乌苏里江边，他们的军队叫国境守备队，谁的国境？ 我们的国境为什么要日本人的国境守备队？你给我记住，别招惹是非，有吃有喝。可是没有尊严。宁可站着死，不能跪着生。这可是您教我的呀。为了尊严，我豁出命去。难道你就不想要我这样的儿子吗？ 少佐，不用再测试了，测试了这么多遍，它的安全性已经完全可以保证了。你自己也说过，徐是个高手，谁知道会不会有更高的办法来骗过你的眼睛？为了万一大炮的安全，我不能冒险。少佐。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他的可靠性，同时我也可以担保徐的忠诚。很好，我安排了去虎头的专列，你跟我去，徐也要去。徐桑，还需要去吗？你只给我看了一堆仪表，我怎么能确定修好了？ 我告诉你，严谨的科学是骗不了人的。我不懂科学，我只想亲眼看到他能操纵大炮。少佐，请你一定确定让徐桑活着回来，这是我答应过他的。 委屈你了，不怪我吧？我不是嫌弃你爹是汉奸，
是我有私心，怕给徐家带来灾祸。我们徐家九代单传，舍不得断了这个根。现在无所谓了，小五子从小就倔，爱人死理儿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尊严这东西贵着，买不起的时候先别着急，别急着去拼命，等攒够了钱咱们买个大尊严不好吗？薛嫂，请坐。要塞是军事禁区，你只能在这里等我。需要什么，请吩咐外面的守卫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去吧，薛嫂。安装完成后，我送你回哈尔滨。不急，不急。军的守护神，伟大的万一大炮，开始运转吧！炮弹准备。炮弹准备完毕，弹药准备。弹药准备完毕，炮门打开，炮门打开。开始，目标伊曼大桥。报告，大炮测试成功。佐藤先生，嗨。佐藤先生。谢谢你这几天的辛勤工作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野岛君，西桑他可以回哈尔滨了吗？当然，我会让他永远的自由。我曾经答应过徐桑，要保护他的安全。你知道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吗？他在祭奠死在这里的儿子。这没有什么吧？我们不能留下一个对大日本帝国有仇恨的支那人。再说，你真的希望一个比你强的支那人存在吗？我虽然是个外行，但我听说过你们的领域是讲究天赋的。这个徐比你更有天赋，
对不对？你让石桑来虎头，就是想让他死。满洲不配拥有比你更有天赋的人。你现在还要阻止我吗？大人！大人！ 能白死吗？我得把他想干的事儿给干成了。我不光要把事办成，我还要把日本人耍得团团转。我知道，我难免一死，那我也要死得痛快。那控制箱里，我做的手脚没人能看得出来，开不了两炮，电线就得断路，烧得个一塌糊涂。 1945年8月9日，虎头要塞丸一巨炮开始了第一次射击。正如徐野设计的那样，在发射两枚炮弹后，发生了故障，解除了对苏军的威胁。